我真是。哎，你。哎呀，我的机会来了！鸡飞。你有没有做节目？大家好，我是燕爸。今天我们要讲的是，哎，燕呢？他在干嘛？那个什么画面啊？感觉蛮精致的。这个？哎呀，这个是那个 Red Shadow Legends， 它是一种暗黑风的 RPG 游戏啊。哎，燕爸，刚好顺便，我现在要来抽角色，来抽个蓝色的碎片。哟。这不是燕霸登场哇！燕霸最好这么正呢、啊。抽出来之后呢，就可以到酒馆之类的把它练起来。我练起来之后，随便打个竞技场，开自动都获胜。然后他还有第一季战斗通行证，你看，你只要完成任务什么东西的，一下子就轻松获得一堆奖励。而且现在下载来玩，直接呢他就送你一只角色女巫哦，还有10万银币，是我吧？就都在右上角这个地方可以拿到。哦，怎么样？是不是想玩啊？啊，该走了吧你？你给我开去，赶快给我开去啊！Hello， 叫我燕，燕爸。今天呢，要来跟燕爸玩一台特别的机台。对，全台湾绝无仅有的。哦，没有哦，并不是绝无仅有，上次就有拍过一个类似的。哦，它算是合作型机台，又是对决型机台。对啊，看你跟你朋友想要怎样。我今天呢，就要跟燕爸来碰撞。当老爸没有再客气的，不会让你的。不用让。除了我家，我可以帮你没关系。帮我什么？你帮我。这是我的专场。不用，不用帮我。我们等一下呢，一人只要先弹出2颗就获胜。啊，获胜的就可以享受当帝王的感觉。好，你先选，你要哪一边？我给你选。这里。你决定？是。你决定要右边？对。好，那你就右边哦。好的。那我们就准备开始喽。开讲。好，来。我跟各位讲一个策略，你不要偷听，你不要偷听，你开始，你开始，你不要怕，你开始。我跟各位讲一个策略，这看起来就是，蛋比较容易出，所以我先把方格往右边丢。丢过去，丢过去。受伤哎，哎，我搞不好夹网会丢到你那边啊。我要靠弹绳子。丢过去，丢过去。我要把方格丢过去你那边，让你难出。我真是，搞什么？防御成功，防御成功啊！防御不行哟。你要夹到啊！啊，燕爸，你现在非常的岌岌可危啊！你那边已经没有空间让你弹了，而我这边呢，空间可大的。喂。用一个甩翻，哎，我，你就不要出货，我跟你讲，全部在那边怎么卡的？全部卡，可恶！你就不要出货，这样会不会挤出来？对，来吧，哎，那个不算哦，哪有不算？我们说要夹蛋哦。先出2颗蛋，他有说蛋没关系，让他。我们是说2颗蛋哦。哎，你夹个头啊！你没得夹了啦。你永远出不了2颗。快点把1颗还我啦！搞不好你全部都过来。我只能等，是不是？我来玩你了。我终于可以玩你。哇塞，这是合作型的。哇塞，我都差点不能比赛了。你在干嘛？又来一次了，你看随便抓都中，来喽！哎，完蛋了！终于有得玩了，真的快无聊到死了。哎，开玩笑，叫什么叫？就把它弹到2楼就滚出去。你以为你在玩复活节是不是？要找彩蛋？没错，复活节就要找彩蛋，我就是那个彩蛋。还我了！我怎么又没了？哦，上2楼，我上2楼了。哎，这是什么情况？我下去了。我的还在。
对哦，你可以出哦。对啊。你是不是故意弹方盒？这样蛋蛋就永远都不会过来了，永远都是你在玩。当然了，这就是我的计策之一啊。你把它全部夹到那边去，然后你再把它弄坏掉，这样大家都不用玩了。怎么样？有求于我吗？发挥我的爱心，把三颗还给你了。来，这样 OK， 这样 OK， 好，这样总算可以玩玩游戏了，够意思了吧？还行啊。哎，你还我？哎呦，你也会丢过来哦，你不要换你丢颗都丢过来。对，我觉得我应该快出了。那两颗非常的活泼。哎呦，我这边变好挤哦。出货前很活泼。出来了，我知道出货的技巧了。弹跳台非我莫属。哦，你现在在龟兔赛跑是不是？觉得你现在获胜很嚣张，睡一觉都赢了。给你的，赶快。白，又丢过去了。这个有可能哦。哇，给我挡在这边。白痴。通通丢过去了，你有没有做节目？快点，哦哟，我四把，他怎么一直丢过去？没问题，丢一个还给你吧。不要不要那个，不要那个，就是这个还给你。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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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个才不会过来。哎，我想说这样会挤出来，说。好，经过了一番努力，你要再还球给他们。对。这么有爱心的人，不让他们跑，等他一下，他等一下又过来了，来了，不可能啦！哇，跑过去了，有吗？你再丢过来，我可不会还你哦。哎，你出了，出了，你看都靠绳子弹过去，有没有？哇，歪了！它会走，就会偏里面一点，要往外面一点。哎，我保家了，我赶快把那个清掉了，方盒保掉。恭喜你出货了，终于可以正常玩游戏了。应该也差不多保起来吧？差不多。哎呀，我的机会来了！起飞。不要！哎，出货了！保夹了，保夹不算哦，保夹不算哦。我保夹了，哎，保夹了，保夹。来，等一下，一人一颗。比赛进入白热货，1-1，不可能一次就出。就跟你说，不要乱移。还给你。好，那就弹你这颗吧。又过去了，第7次了。哦，又上去了，过来吧，耶！反败为胜的机会，这是技术节的，可恶，你竟然技术节出来。好，最后呢，这个蛋呢是代表，它可以换公仔，好不好？然后还有刚刚把一个全部夹到另外一边，清空可以拿麦香。哦，真的是奶茶，一堆麦香。哦，你看，到底要干什么？那我们这个就去换了。你是不是忘记了什么？啊，我知道，有燕霸就有福利。不稀的，观众福利先，忘记收礼你的。我们拿这三只出来抽奖，在下面按赞、订阅、留言就抽给大家。然后呢，这一只抽给频道会员的啊，你记得会员要在下面说我是会员，就可以抽这个会员奖。那个想来这里玩的，我地址放在下面的说明栏，大家有空可以自己来。那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赢了吗？熟了。输了吗？哪一个？他就是不服输了。最后一个。等他出货再叫我。
这叫丧心病狂的小燕霸。我来看看，我是不是真的没办法出吗？好，你今天可以两边玩了，我随便你了。